好朋友楊紫瓊。我哋班第一個獎咧，其實對我對 Jackie 都好緊要重要嘅。動作片啊，受到國際嘅矚目咧，以下依個崗位，所有嘅人員係功不可沒嘅。如果電影入邊冇咗佢哋，所有嘅動作場面咧就會遜色好多。就係我哋今日班嘅動作指導獎啊。係，因為好好嘅。咩冇？你打動作啊嘛，兩個又失人幾億萬，咁你啊又打到飛起，咁梗係表現幾下。不過我知道 choking 咧就傷咗，咁啊算啦。你整幾日睇下先。我冇得我啊，快啲啊！我嚟指揮，我叫做乜你做乜，好簡單嘅啫。我喂，呢、這個冇彩排嘅喎。冇啦，你起個裝睇下先。起裝啊？起裝都唔得唔掂啦，係咪先？啊，四平高，麒麟高。左麒麟右麒麟轉身跟住麒麟咩啫跟住呢拱橋拱橋啊拱橋係啦咁又要好耐㗎咁我哋呢傾下古仔先啦呢個世界上呢話咩呀有牌㗎嘛呢、這個咩難啊你要石超傾咁啊係佢拱橋石唉算啦算啦整傷咗你大件事啊阿周生下真係唔得唔得好咁不如我哋而家是頒獎之前是不是應該看看這個提名的名單呢是是不是呢那看看是獎名提名最佳動作指導包括袁和平黃飛鴻之二男兒當自強唐桂禮、鄧德榮、薛春偉、陳文清、黃明星、警察故事三、超級警察。程小東、鹿鼎記二、神龍教。程小东、袁斌、新龙门客栈。程小东、袁斌、马玉成、张耀星、笑傲江湖二、东方不败。得奖的是袁和平、黄飞鸿、男儿当自强。代表阿袁和平上嚟领奖嘅，哎呀，袁和平又唔错。我喺度代表袁和平导演多谢大会，多谢。